OK， 我们现在在杨雨腾的房间了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好尴尬，我在我家。所以你们那时候，我们开场跟后面，你会带印在水底下，这样子又拉拉扯扯的，不怕发生什么事儿？就是那个时候，剧组很贴心的有帮我们准备潜水教练了，然后还有救生员，所以还蛮安全的。还有保险，也非常开心。啊，有，我们非常注重的那个劳工安全的部分，对。哦，对，我们氧气瓶是不用准备的，要互相在里面换气。Hey, you made it.